年轻的时候谁爱吃早饭呢？谁爱早起啊？没人爱早起，早晚都有那一天呢，着什么急啊？谢谢，美丽吧？棒，好棒！我的妈呀！来，嗯，我给你弄好。我主要是有点饿，我。哎呀，吃一口嘛，要不要趁热吃一口啊？当然，我吃到那个。行行行，不管你，好的。其实我是一个就是挺喜欢照顾别人的人。听说女孩子有两种人，一种是永远是小女孩，有一种呢是母性比较强的。我觉得我是后者，就是特别爱照顾别人。王姐，我打不着那个火，我交给你啊。一般的火要往下压一下，嗯，压，然后稍微等几秒，然后再松开。OK， 我刚刚真的是这样的。我很喜欢那段话，就是《阿甘正传》，那里面呢有各种各样的味道的巧克力。你早先拿的这一颗和别人早先拿的那一颗是不一样的味道。可能现在才三年嘛，五年，还有下一个三五年。人生把自己每个小目标做好，你不知道这个叫做机遇在哪里等着你呢，但你不要放弃哦。没放弃。嗯，只要不放弃，还有要主动一点，你不说别人不知道。你承受了多大的压力，你可能在才有多大的反弹，才有多大的动力。我来打饭，我们一二三四，不，你就坐在这儿吃。我的天哪，绝了！排骨绝了，这个肉绝了！我的天哪！真的，排骨呀，我要吃。啊，真的，啊。我一定要和月月去做美食节目，我需要月月的，哇。